是的，我觉得这个颜色超可爱，它就是黄色。这个我买好几件的，因为我觉得可以当内搭，而且运动可以穿，在家里做瑜伽也可以穿，而且自己穿的心情又很好，颜色超级漂亮的。我不能说100分它不会掉下来，但是它至少90分不太会掉下来。妞儿的上身算是非常非常的瘦，大家应该都知道，所以呢，在妞儿的上身都能够抓住的话，我想各位不用担心，它的弹性其实拉起来可以这么大。如果你会担心瓶口掉下来，你可以像我一样，里面加一个很细很细的肩带，然后稍微收一下小可爱，这样也没有什么奇怪的感觉，反而让你自己觉得更安全哦。好，那当然你是直接穿瓶口小可爱也 OK， 那它的长度就算是短版，所以呢，如果你不想露肚肚的话呢，记得怎么样，穿上我们的中高腰的裤子，就可以像妞儿现在这样子直接盖住了。好，那妞儿算是 S 号身材，这件啊 SML 都可以轻松的驾驭，而且我觉得它不太容易溢肉出来，所以我觉得还蛮适合大家。不喜欢粉红色的粉丝啊，其实你们可以买这种土耳其蓝绿色，我觉得也超级好看的耶。好，那颜色就是可爱的四个颜色，黑色属基本色，另外三个卡哇伊的颜色给大家选。我觉得喜欢穿牛仔裤的，这每一个颜色都很搭哎。好，所以呢，你心目中应该有一个自己喜欢的颜色了。